一个人民吼，一直是相信政府，但是哦，政府若骗假的假钱，我就绝对袂相信啦。吼，我感觉吼，百姓信用无唔对，百姓信用嘛不多。为什么吼，常常出门投风来争，就咱这百姓？为什么我的观念，我的信仰财产权，拢在信用别人的，来控制别人的，来决定？所以今日这个记者会，就针对咱这律师。后来就这召开这记者会吼，林建强伫咧七月十三拜五下早十点吼要开会啦。我讲啊，你别大声哦，而且讲大声无方便吼。现在啦，你先准计划中导设施地上不调查说明会，后来伫十点开煞，做后壁个红色水堵啦，嘛是个同款个标题啦。你伫七月十三拜五下早十点开会。下晡你即张随行来，哦，内容我下互恁看。即我参事员书、同意书，哦，我讲唔听即个阿爸姓有点苦，王八蛋，即要甲签咩啦？即要甲签咩啦？你要创哪话？反正拢无来表示，无来讲哪话。哦，啊，你讲你让阮讲了，哦，本人家是真表示的。我只郑重的讲，无签准计划书啦，拒绝庙宇地上不查古代查调查啦，要求高雄市政府来大南坡，召开大南坡红皮头市里公庙的说明会啦。我讲过啊，庙宇不是阮四个当决定的，庙宇是。为了众信徒的，你要创啊？你来当面讲，我无需要私底啊，你当面讲。哦，若无要开庙，就上要查古煞明白啦。你若硬要执行就对啊。我甲你讲，我排除信徒底一百空间哦。今仔日为甚物做主业这个分开？你今日七月十三叫伊去洪山行政中心开这个。协迄个说明会，说明会你著来华南坡遮开。说明会因为即个公庙毋是四个，但阮华南坡后壁有三个，伊三个地上尾个所有关系，叫温先生、石先生、甲朱先生，就两个三个。哦，你毋是三个呀？但是你今仔日来，我希望讲你去。今仔日你无来也紧，叫人伫遐去评分。你若讲十三开即个说明会，十三是几乎轮到人，这是一箍啊！这是不是霸王硬上弓？我上上叫霸王硬上弓。啊，即摆讲这个庙宇是先爱有信徒、人民，后来才有庙事。但是咱即摆市政府连人民百姓的厝、土地都处理也袂好势，伊就要归入这个庙事。你想安尼讲对？唔对啊！对啊！咱这个庙宇是咱所有人民以及信徒的信仰中心。好吧，是咱生活的一部分。哎呀，啊，未来到咱在地甲这公庙、不立间公庙的委员会信徒来上一下来讲话清楚，特别叫人来查考，这个咱不能改变掉。从阮调查，吼，自一九五九年到即卖已经有360年历史，是咱在地上盖久的公庙。啊！但是咧，阮信徒还唔多，恁干呐答辩，都叫阮一个小小的主持委员，我咪去恁遐听说明会。假使讲有一点点啊差错，或者是转达无清楚，这信徒这个责任担担袂起。所以我个人认为，庙事的代志先安踏，把所有百姓的厝、土地拢处理好势，才来处理庙事。今日。公庙庙菩萨
比如土地，阮的地到底几多位也唔知，面积几多位阮也唔知影。伊也无说明好势，哦，一间庙人咧，伊要赔阮偌济，也唔知影，啥货都唔知影。啊，伊讲咩评估，评估到底计少偌济，我嘛唔知影。伊也七只提，提两个要阮，阮所有的信徒，要哪阮注意，阮各司的注意，要哪大家对信徒大家讲。啊，前身人咧，托者，阮人咧，红皮头。大阿婆、少年啊，拢无厝无地啊！啊，无厝无地，你讲亲生啊？啊，要牵着少年，啊，要叫起来住。讲叫迁出计划书，叫细部的迁出计划书给百姓知道。你讲吼，给我收钱者，谢我们校方，计划书不是他们做的，都要给经济部做才。经济部做才给国花，你动辄在逼金龙阿大忙，可不利吗？哈！死者是高雄市土地开发的董事长，我请问，这些东西你们在搞什么？一个计划拿不出来，一个计划是拿不出来。我们其实就是整个大林埔的迁圈的时候，哈，那符合我们宗教设施的寺庙有十四间呐，哈。那十四间的时候，我们是从差不多105年到107年，我们都陆陆续续有跟寺庙有一些接触，有一些沟通说明啊。但是可能在说明的部分，哈，就是陆陆续续在处理了，哈，因为我们要去做会刊、做现刊，那。后来就是我们因为要筹编预算，我们必须要做这些地上物的查核，所以我们在那个7月13号，我们6月25号发包出去，委托一个厂商要来做了。那这个厂商的团队有件发包是发包做查核的工作，对对对，委托这个厂商来做。所以7月13号我们是就是请寺庙来做这样一个说明会的哈。那这样一个查核的部分哦，我们也都在说明了。但是其中然后就是说，他们像他们新闻稿的部分，他们有针对授权书的部分有一些质疑。其实授权书的这简单，我们是好意说，可能主委或是管理人不在，那我们就是说你哪一个可以代表你？因为他的那个调查事项是很繁杂的，我们希望有一个能够做这些人。那土地使用同意书主要是说宗教设施有一些土地不是那个庙的哈，私人土地的，所以我们希望用这个方式来了解它的土地的那个归属是怎么样，所以有个土地使用同意书，主要是一个很就是这样子一个处理方式。